我只能对我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了，我的论文没问题，我的学位是真的啦。这件事情哦，这个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，这个时间久了，很多东西就是在要去找出来，确实是有困难的啦。这个好了，我只能对我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了，我的论文没问题，我的学位是真的啦，好。那不要在这事情上做无谓的文章了。